对啥啊？你给咱大麦绕床太久了吧？不，最起码弄个响眼儿的。我想这个实惠点啊，而且还有厚重点。这是我跑了好几家二手市场才买的呀。多少钱呀？多少钱你都别管了，反正可划算。会不会有点窄呀？不窄呀，这是1.2米的呀，他一个人睡足够了。那行吧，咱俩给他抬上去，我给他床撑去。好。你看这中间还是厚的，铺上去肯定可带劲。下回你给咱大买东西了，别光图便宜。咋的？便宜东西不是实用吗？你呀、啊，算是没法说。这还怪沉呢。啊，质量好。你慢点，这下着雨的滑啊。嗯。就放这个位置都刚好，是吧？嗯。就这个的工艺，我买个干啥？这个软和的，是厚重点的。住这上边，你腰也能带进点啊？啊。光给你添麻烦呢。这个不算啥，都是应该的。嗯。这上面铺药褥子都中了。可以，这个棕点厚。嗯。这个上下铺搁这也没有用，要不我给拉到二手市场卖了吧？留住吧，叫咱大嫂放个东西吃。哪种啊？那就我在这帮门口买东西，我都回家住。哎呦，你都别说这事了，给对上养真大了，人给你买啥都应该的。是呀，你不想这么多干啥呀？啊，这也是离家叫买的。爸，哎，奶奶的。谁呀？刚没脱的。奶奶来了。嗯。你咋抽烟去？刚没脱的。哎呦，我要吓得可大。咦，你真是无孔不入呀！俺就刚才忘了锁门了。哎呦。啊。那你成天光锁了门子啥来了？你说的是啥话？那不是还把东西丢了吗？哎、你又来这啥了？我来叫恁大打工了。那他这胳膊还没好的都哪了？啊，我说实在的，就是我眼黑啊，我一夜都没有眼神，我闪过来闪过去的，是不是？手里也没点钱了，这老汉子坐这儿，他也不说出去打工，你说我连一点记性都没有，不了我值啥了？你别随意上我家，我就上你家，这是你家。嗯，这你看你别给姨姨成天跟这斗嘴了。哎、是我给他斗嘴的，是他给我说话了，大着都撵我，你说啊？你要是对到他都没有撵俺大。他为啥撵你呀、啊？你以后教教他，别给他光撵我。姨姨、啊嗯，以后你对恁奶奶好点啊。不对。听见了不？说的是啥话儿也不知道。你这是小孩们得对你着好点儿。你要不差钱，我也不说你了啊。这你住着可怪美呀、啊，爷。这是又买个新床。这是我搁二手市场买的，就花了80块钱。咦，怪不得的呀，这边老汉子，你说话还气势的呀，你也不回家的呀，搁这住着。爷爷住的。啊，这外住的。你住着。你那媳妇儿待你好的很呢，哼、嗯，不来，别说你是不待劲了，你都好了也不想回家了。咦，你这搁这说这话干啥了？那不是搁家了？你先犯，俺这不是接到这儿住了，也能好好养养。搁家了我先犯呢，他出去打工，我不是都不犯呀？后来我这一月也给我进项目，这了是啥了？连个进项也没有。我等好了，我能出去不中、啊？你虽然能好啊，我也不是说你，你等好你也说你不好，这跟人多享福不？哎呦，我不管医生，你来给我买个床，靠这儿，我也住这不走了。你住这干啥呢？要想这样，姨，要想横了。嗯。咦，你说这，你那你那劲儿。姨姨，你这这样呢？姨，你再样？你再样你也砸不了我。你说劲儿。哎呦，你别搁到这那，这外头还下着雨的，知道不？姨姨，你瞅着你这眼横成啥了？你瞅瞅。哎呦，我可真生你的气了，我可不是说你。你主要对他太好了，知道不？你这别横了，你去给那爷抻抻床去吧。那他怎么横我？嗯，你多光棍不？哎呦，他们要天天给我端吃端喝的，你试试，我啥也不干，他也不横我。俺你看见没有？俺大着月时候还敢招呼着剥个罗山籽儿的，你剥了不？那不是就剥个罗山籽儿吗？我也会，我就是不想剥，你能咋着？因为你待我不好，待我好我就剥了。嘻，那能待你咋样好呀？你别搁这说了，俺等会儿还。你要天天给我端吃端喝的，你看我你这给领啥都能干。那你给俺领着孩子吧，俺出去打工去。你给领着孩子中不？啥孩子教你？你一月给我5块钱，你随便跑，你上边都对。你说梦话的吧？一月给你拿5万。你再横一下，你今儿个学的啥能出啊？嗯。我说的啥梦话？那是你挣不住钱。
挣着钱了，我也不算多。咦，你改走吧，俺给这俺大着床沉着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我走啥走？他搁这都盖门，搁这蹭吃坐啥呢？我也搁这坐凳子呢。你走啥饭了？不走饭。不走饭？不给你走。咋不给我走饭？爷爷走。给你爷走饭。你听见了吗？小孩们都知道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。爷爷，以后教他吧，教他对我好点吧。听见了吗？以后爸爸教你对奶奶好点，行不行？不听。听见了吗？小孩们不说谎话。你看你多能，瞅你那个都多能。哎，床撑好了不？好了。啊，撑好了，我先坐这歇。那个，这个床比那床软和多，你都睡这种。那软和了，我就。哎呦，你干啥呢？这连床都不让坐，叫那爷睡那点吧，光板子，我今就睡这头儿，我也不回家了。爸，你听见响响，你听屁都响响。我就睡这，远点说。你听几响？我不睡地下。带小孩们好些话。你少给我说那话吧，老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呦，那你搁这吧，你走底下，走在那下去一下，俺去。我就是搁这，我就是不走了，那我还要下去吧，我上哪去？啊，你搁这吧，你搁这。再说了，你说你看看，这你大早这吃饭都怪嘴，那又不上班的，今儿个上不回来，明儿不回来，我连饭吃都混不嘴里。你说我心里都难受死了。你自己不会做饭吗？啊，你自己会做饭吗？你还说？哎呦，看你这女人劲儿，走走走，下去走，走。走爷，走咱下去，妈妈给你做饭吃。走，咱下去那个对了，我买的有烩面饼，咱下那烩面吃算了。太好了，啊、我最好吃了。好吃，那烩面啥喝呀？那炖炒几个菜、啊，再走遍。走走走。快，你爸说你要买点牛肉去。这搁屋里我真是看，我也说，儿子，我刚才给你交代的时候给门关住，你为啥不关门呢？我太闯了，他忘了。你给这人，你瞅瞅，咱都讲上来多待会儿啊，都赶紧过来。行了行了，他天天他就拿着那望远镜望住这了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下去吧。